我最在屏东县环保局，最是在家在带天公有缘非法弃置啊，可以来跟我们指点一下吗？在家不，在家有钱带天公，这是带原住民家公园、啊，原住民带天公啊。嘿嘿嘿嘿嘿，非法弃置啊，现在来指完，非法弃置。你准备对，等嘞，等嘞，卖对，等嘞。一个一个。哎，你好好啊，好好啊呀，你要弄水呀、啊？哎，你在过程中，你应该没弄水呀、啊？嗯嗯嗯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刑侦小组数日埋伏，于三月五号当场查获载运废弃物前往新道之无形嫌犯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，经法院申请羁押获准，检察官指挥。环保局及本分局持续扩大追查，除传唤该原住民保留地地主到案外，专案小组历经一个月余的追查，分别在高雄市大树区逮捕另案遭通缉之高姓承租人，并向上溯源追查废弃物之源头，前往彰化县某废弃工厂，查获许姓地主洪姓承租人。利用废弃厂房非法囤积上万吨事业废弃物，全案将相关人员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